好，就是很感谢今天可以在这边看到大家的。其实这张专辑如果身体全部开放了，里面也没有我的照片，也没有我的裸照，只有一些插图，所以它其实就是跟那个就是开放你的身体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啊。但是经过这样子制作写这些歌，然后录音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我觉得就实际上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收获。因为就常常会想说啊，放反正开放嘛，放下，不要在意这样子，没关系，笑一笑这样子，好像黄健会说的话。但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容易忧虑的人，但是很庆幸的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都会保有一种那种最底线的那种乐天的感觉。好，那就是6月13号一个礼拜天，也就是在两个礼拜以后，我会再度来到台中，然后在台中有个地方叫做他打，方舟，然后会有一场演出，然后会跟今天不太一样，就是会是我们，就是会带团员一起来，然后完整编制，就是也会比较接近专辑里面的样子这样子。对，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要结账哦。好，那我要唱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是《直觉》，是之前的作品，送给大家，是 Easy 谢谢。画一座不收费的人是在拥挤的城市里面游泳，换气的时候浮出水面才想你会不会掉头就走。心的欲放浪的结果。
是个终点，那里只有我。当真实度的人生持续专注外加杂讯，自动忽略有一阵抹不上味，那是我即将随着雨滴蒸发。那里有你的公路电影，那里有你的青涩照片，那里有你的动物哪里没有我。耶、yeah, 谢谢。好，那今天的这个苹果专辑全部开放了音乐分享会就到此结束了，然后感谢各位的参加，如果你要签名抱抱拍照都可以的，不要影响到其他读者就好了，好不好？